刚才六剑奴几乎同时出击，正刚手攻引导我格挡，转魂灭魄趁机锁住沙池，让我无法防御乱神断水的两侧偷袭。即便避开他们二人，背后王两的双剑快攻，我也绝对无法幸免。如果不是师哥及时出手，一招之间我可能已经遭受重创。六剑奴六位一体的确可怕，刚才那一轮合击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几乎就是瞬间的绝杀。怎么办？哼，你们居然能找到这么一条古老的隐秘通道，实属不易。邓北冲，你真是阴魂不散。你守在这里。是，将军。很好，既然你们这么自觉回到囚笼里，那么鬼谷纵横的两位也一起请吧。很好，既然你们这么自觉回到囚笼里，那么鬼谷纵横的两位也一起请吧。路者刚猛无敌，摧枯拉朽，足以吸引敌人注意力。羁绊者，他们是麻烦制造者，胜在心意相通，攻击成双。最主要的还是在为助战者铺平道路，就算挡得住杀戮者的第一轮，也应付不了这蛮横的第二波。投机者，鬼魅般边路旁敲侧击，防不胜防，左右了战局胜负。他的气息完全被掩盖，隐者多虑，或者
只是在等待一剑封喉的最好时机。跟屁虫，你这么热情，不如送我们一程。是吗？飞剑与横贯八方的联手合击，难以想象。不好！威力之强，不容小觑。如果葛聂手上是明剑渊虹，而不是木剑，不知……不如我再留你们一阵。豪主人是不会放客人走的。我们要走，没人可以留住。害怕黑暗。